ॐ नमो भगवते今天是达摩达尔月的第二天。我们错过了一个节日，应该是 Lakshmi Puja， 我觉得应该是昨天。Lakshmi 是主 Narayana 的伴侣。Lakshmi 有一个名字是 Chanchala。Chanchala 的意思是不稳定，不能待在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我们得到金钱的时候，没有办法保证。那就是 Lakshmi 的本性。对吗？当你得到金钱的时候，你马上就把它花了，不能够攒很久。很多的人，他们崇拜 Lakshmi 都是为了变得富有，然后想享受这个财富。所有做生意的人，他们都会做 Lakshmi Puja。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都想得到 Lakshmi 的祝福。但是舍勒帕帕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得到 Lakshmi 的祝福的话，必须要得到主 Narayana 的庇护。因为 Lakshmi 是非常不安稳的，但是她对于自己的丈夫非常的忠诚。她是一位非常贞洁的妻子。我最近一直在读 Valmiki 的 Ramayana。其中提到，当主 Rama 要去森林的时候，他的妻子想跟着他一起去。主 Rama 觉得这个不太合适，他说：“不不不，你不能来，因为你是一个国王的女儿，你已经习惯了宫廷里边的舒适。”但是 Lakshmi 解释说，如果要是没有丈夫的话，她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即使一个妻子有100个儿子，但这100个儿子加起来都不如她的丈夫对她那样的亲切。当然了，西塔母亲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儿子。要点是凯凯是达萨拉斯的一位妻子之一，她就好比是主拉玛的继母。凯凯想让 Ram 去森林，并且在森林里待14年。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国王。但他的儿子并不是国王的长子，他是国王的次子或者是第三个儿子。但是他想着自己的儿子。她应该想着自己的丈夫，但是她只想着自己的儿子，因此这是错误的。妻子应该一直非常的忠诚，应该一直依附自己的丈夫，而不是仅仅想着自己的儿子。因此 Lakshmi 是主 Narayana 的忠诚的妻子，虽然在我们这方面她非常的不稳定，但是呢她对于自己的丈夫主 Narayana 非常的忠诚。Lakshmi 实际上是 Srimati Radharani 的一个扩展，她非常的想加入 Rasa 之舞。为了这个目的，她来到了 Vrindavan。他到了文达文去做苦行，在文达文有一座庙是 Lakshmi 的庙，他就在那里一直在做苦行。当大家看到 Lakshmi 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手总是张开的，意思是他一直在给大家祝福。就是通过他的手给大家 Lakshmi。但是在 Vrindavan， 她的双手是合十祈祷的。她在请求 Vrindavan 的居民们，请给我仁慈，这样我可以进入 Rasa 之舞。但是他永远也没有取得过成功。主 Krishna 说，你的地位不是去进入 Rasa 之舞，是因为你并不是一个牧牛姑娘。牧牛姑娘们住在村子里，然后她们照顾乳牛，她们会捡牛粪做牛粪饼，然后她们再用牛粪饼去做饭。Lakshmi 不能做这样的苦行，因为她是幸运女神，她非常享受被别人服务。
他跟牧牛姑娘们的品性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来自于城市里的女士们，如果你让她们住在乡村，对于她们来讲非常困难。她们不习惯人们在农村里的生活方式。同样道理，那些来自于乡村的人，他们不习惯住在城里。Lakshmi 他的本性就是一直待在主 Narayan 的胸膛上去服务他。而且他还按摩他的丈夫的足。据说 Birgu 有一次他在寻觅到底 Vishnu、Shiva、还有 Brahma 到底哪一位最伟大，于是他来到了朱拿兰的面前，看见朱拿兰呢躺在那儿， Lakshmi 在按摩他的莲花足。当 Birgu Muni 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进来径直就踢了 Vishnu 的胸膛。Vishnu 马上站起来，然后说：“哦 ，Birgu Muni， 我希望我坚硬的胸膛没有伤害你的柔软的莲花足。”Gopi 们一直非常的担心，当 Krishna 的莲花足在他们的胸膛上的时候，他们担心自己的乳房、自己的胸膛太坚硬了。因此 Gopi 们一直都非常的担心 Krishna 在 Vrindavan 的森林里走路。因为在文达文的森林里，路上有很多尖利的石头、荆棘等等，走在上面并不是很容易。但是主 Krishna 在文达文一直是赤着脚走路的。亚修的妈妈想给 Krishna 穿鞋，然后 Krishna 说，如果你想让我穿鞋的话，你就要给我所有的牛都穿上鞋。 Krishna 有90万头牛，所以要是给所有的牛都穿上鞋，需要90万再乘以两倍那么多的鞋。亚修的妈妈想给 Krishna 用雨伞，然后 Krishna 说，如果你要想给我打伞的话，就要给我所有的牛也都打伞。因此 Krishna 不会接受任何就是比牛还要多的东西。当 Birgu Muni 踢了主Narayan 主 Vishnu 的胸膛的时候，主 Vishnu 并不介意，但是 Lakshmi 非常的不高兴，这个人居然踢了我的丈夫的胸膛。Lakshmi 诅咒了所有的 Brahmana 们，他们永远不会具备任何的财富。那个诅咒如今还生效。Brahmana 们被剥夺了 Lakshmi 的祝福。
所以大家应该非常小心。当然了，我们并不仅仅是 Brahmana， 其实我们想超越 Brahmana， 我们想成为 Vaishnava 奉献者。Brahmana 处在物质的层面上，而 Vaishnava 们处在灵性的层面上。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讨论 Damodar 这个月，那么这个月是所有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月份，是。昨天我非常的欣赏满月的美丽，你们注意到了吗？ Sarat Purnima 非常的有吸引力。Krishna 选择了这个时间做他的 Rasa 之舞。他来到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地方 Vrindavan， 这里充满了非常美丽的鲜花、树木，还有很多的鸟儿在唱歌。那里还有很多的牛，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这个是灵性世界的大使馆。这个是宇宙之中最美丽的地方，而且它跟全宇宙最美丽的女子们在一起。而且选择了一年之中最美丽的时光，而且是在 Sarat 这个季节满月的这一天。Krishna 召唤所有的牧牛姑娘们来到 Vrindavan 的森林里上演 Rasa 之舞。在这个时候 Krishna 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不是特别的年长。有些人不能够理解，他们不知道在 Krishna 的逍遥时光之中没有任何的色欲，色欲只是有受局限的灵魂才有。主 Krishna 完全免于色欲。Krishna 到来，跟他的纯粹奉献者，跟那些 Gopi 们一起上演逍遥时光。而且有不同的 Gopi 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他们全都投生在 Vrindavan 的不同的牧牛郎家中，这样便可以跟主 Krishna 一起跳 Rasa 之舞。有一些是森林之中的圣人，他们在先前的 Yuga 见到了主 Ramachandra， 他们想跟主一起享受这种情侣的爱恋的逍遥时光。主 Ramachandra 说，此生是不可能了，因为我发誓只接受一位妻子。
那么你们要出生在我的下一个逍遥时光之内，你们投生在那些牧牛郎的家中，成为年轻的姑娘们，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跳 Rasa Lila。这是一群 Gopi， 还有另外的一群 Gopi 们，他们是伟达经典的人格化身。不同的经典都有各自的人格化身的神像。如果我们研习伟大经典的话，很难理解至尊人格守神是 Krishna， 绝对真理是一个人。伟大经典的人格化身，他们也有困难理解至尊人格守神是理解绝对真理是一个人。因此，他们得到了祝福，可以参与 Krishna 的 Rasa 之舞。他们来到了文达文，立刻想加入 Rasa 之舞，但是被告知不不不，你们应该先投生在文达文居民的家中，成为牧牛姑娘，然后你们才可以参加 Rasa 之舞。你们喜欢牛吗？你们喜欢牛吗？喜欢吗？也许你们都应该去牛舍干一阵子的活，去给这个牛清洁什么的，然后收集牛粪，做牛粪饼。这是非常有力量、非常净化人的服务。每个人都应该花一些时间去服务牛，努力地理解牛的重要性。于是这些伟大经典的人格化身，他们投生在文达文的牧牛郎之家，成为牧牛姑娘们。等他们长大一点，然后他们就去参加 Rasa 之舞。有一些 Gopi 们，他们来自于灵性世界，就是为了跟 Krishna 在一起。好比 Srimati Radharani 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全都来自于灵性世界。还有一些新上来的 Gopi 们，他们本来是在物质世界里，然后后来成为了纯粹奉献者，于是回归了守神。这样呢，就是有不同类别的 Gopi 们，他们在参与 Rasa 之舞。这个 Rasa 之舞是昨天晚上进行的。半神人们，他们可以看他们在半空之中，坐在自己的飞机上，看到 Rasa 之舞。在文达文有一个地方叫做 Rasa Stala， 其实有好几个地方 Krishna 在不同的地方都做过 Rasa 之舞。通常会有一些卡丹巴树， Krishna 喜欢在卡丹巴树的树荫下跳舞。所以 Rasa 之舞就发生在昨天，然后我们谈论的是达摩达尔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份之中有很多的节日。We have the
有一些伟大的 Vaishnava 们的显现日和隐迹日。当然了，在这个月之中，我们有施乐帕帕德的隐迹日。过几天之后是 Narottam Das Thakur 的隐迹日。我们在 Kartika 月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就是 Govardhan Puja， 那是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为 Govardhan Puja 做点什么。据说如果你不去庆祝 Govardhan Puja 的话，那你就会受到住在 Govardhan 山上的蛇的这个咬噬。我们必须非常的小心，必须要为 Govardhan Puja 做一些 seva， 做一些服务。主 Krishna 想让我们理解这些神圣的地点的重要性。那么达摩达尔月做服务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做任何的服务都可以消除很多的罪恶反应。当然了，全职做奉献服务的奉献者们，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什么特殊的。因为对于奉献者来言呢，所有的时刻全都是非常吉祥的。但是 Kartika 月对于那些新人来讲非常的重要，是可以让他们进入接受 Krishna 知觉的重要的时机。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去跟别人传播的一个时候。我们可以鼓励别人在这个月的时候做一些奉献服务。这个月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不应该吃任何的 word 道。肉食者不应该吃肉。在这个月份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素食者。我们想以这种方式鼓励大家。让他们免除他们的罪恶活动、罪恶的习惯。有的人，他们如果想得到一些祝福的话，那这就是得到祝福的好时机。你可以让他们做严格的素食者。要非常的严格，有的人在卡提克月整月都会睡在地上。他们不会睡在柔软的床上，而是会睡在坚硬的地上。还有一些奉献者，他们去参加 Brajamandal Parikrama， 会在 Vrindavan 的所有森林里绕拜。如果要是走遍 Vrindavan 的12个森林的话，那要走很多的路。每一天至少要走20公里、30公里，有的时候要超过30公里。
那么可能会有1000或者是超过1000的奉献者。他们走啊走啊，不能太多说话，因为没有时间。走路需要花时间。因为你停下来讲话，这要花很多时间。你让大家来，然后呢，你再跟他们说话。在文达文，他们晚上才说话。他们整天走路。早晨很早的时候，比如说5:30、6:00就开始走路了。然后晚上到了营地再开始讲话。当然，等到了晚上，大家都走累了，没有什么人想说话了。他们只想赶紧睡觉。而且还得洗衣服，还得干其他的活，非常的困难。但是有很多的狂喜，仅仅是待在神圣的 Dham， 而且在星星下面睡觉。就像有3星级宾馆、5星级宾馆一样，在文达文有多星级。你在所有的星星下面睡觉。所以每一年很多的奉献者都非常的喜欢，他们都去参加。如果要是到了过节的时候，比如说哥尔丹铺家或者是睡了帕帕德的隐居日，然后呢大家会去另外的地方去过节，比如说是瓦沙呢。那是一种体验，如果哪怕你做一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简直是太美妙了。待在文达文神圣的 Tom， 而且去看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圣地都在文达文。我们有一年去参加昆巴梅拉，这个昆巴梅拉是阿拉哈巴的 The Prayag。 Dina Bandhu Babu 从文达文来了。 Dina Bandhu Babu 说其实所有的圣地全都在文达文。曾经有一次，所有的圣地在一起开会，然后所有的圣地都到了 Prayag 来开会。然后大家在开会的过程之中发现文达文没有来，而文达文也是一处圣地。于是他们联系了文达文，你为什么不来开会？文达文说所有的圣地全都在文达文这里，我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开会？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当你去绕拜文达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圣地。
就像是我们绕拜马耶普、绕拜整个的 Navadvip Tham 一样，所有的圣地也全都在 Navadvip 这里。我们只需要有具备这种超然的视觉，才可以看到所有的圣地。我们应该明白的，在卡尔提克月，无论你做什么样的服务，都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倍的好处。所以很多的奉献者，他们会发誓做更多的唱诵，或者是做更多的对书籍的学习，对经典的学习，或者是朗诵更多的 mantra 和祷文，而且还有每一天去恒河，每一天去圣河去沐浴。当然在卡尔提克月的一开始，就像现在是很热的，但是在卡尔提克月的末尾就会变得很凉快，这个天气就会改变。所以大家应该适应气候的变化。奉献服务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情况，无论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奉献服务都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奉献服务不能说要依靠这种天气情况，哦，我只能在天热的时候才能做这个，哦，现在天气太热了，我做不了了，或者说现在天气太冷了，我也做不了了。Prabhupada 说，即使天气很冷，你仍然应该沐浴。同样道理，在夏天你也要做饭。你不能想着，哦，今天太热了，我不做饭了。不，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做饭。同样道理，我们必须要沐浴，我们要洗衣服，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去沐浴。所以奉献服务应该不受任何干扰，一直持续进行下去。奉献服务是为了我们的净化，为了 Krishna 的满意，不是为了我们的满意和快乐。我们努力的想为 Krishna 带来一些快乐。有什么问题吗？Oh, I have to translate for her. Rajendra Prabhu is asking, the devotees, they're getting some wealth. That wealth is coming from Lord Narayana or coming from his wife Lakshmi Devi. And is that possible that a devotee get such opulence and wealth without going through Lakshmi Devi?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demigods can only give their blessings with the sanction of the Supreme Lord. 我们要知道，半神人们只有通过至尊主的批准，才能够给别人祝福。Right? You want to get the blessings of some deva, the demigods, they have to get the sanction from the Supreme Lord. 如果你想得到某一位 deva, 某一位半神人的祝福，他们必须要得到至尊主的批准才行。主在每一个生物体的内心之中，所以这也包括了所有的半神人。
任何的拜神人如果没有得到至尊主的批准，是不可能够给任何人祝福的。Can the devotee get wealth without going through Lakshmi Devi? Yes. 可以，可以不用经过 Lakshmi 批准就。你可以去找至尊主，他会给你真正的财富。朱瓦马哈拉就在寻找财富，他去了森林。他的母亲跟他说，你应该去找神，只有神才能够给你那个国度你想要的财富。朱瓦马哈拉从来没有崇拜过拉克什米，但是他得到了很大的一笔财富，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但是他认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财富。但肯定的是，如果不用经过 Lakshmi 你就可以得到财富。以前我们也会得到我们的财富，是按照我们的 karma， 我们有一些好的 karma， 所以不一定非要去崇拜 Lakshmi。 你去给别人布施，这个布施还会回来的。如果你给一个普通的人布施的话，这个财富会同样的这个价值回到你这里来。如果你给一个 Brahmana 布施的话，就会十倍的回到你这里。如果你要是给一位 Vaishnava 布施的话，就会上千倍的回到你的这里。如果你要是给一位 Paramahamsa， 一位解脱了的纯粹的灵魂布施的话，就会无限的回到你这里。所以有的人他们在享受这种 karma。But in some cases, Lakshmi Devi also bestow wealth to the Lord's devotee. For example, Sudama, because Krishna took some cheap rice from his hands, and then Lakshmi Devi turned his poor house into a palace. 那你的问题呢？ Not asked yet. That means Lakshmi Devi, a goddess of fortune, also bestow wealth to the devotees. Although the devotee is not asking, but she's also giving. Yes, but Lakshmi is, remember, the Lord is also in her. 要记住，主也在她的内心之中。所以是主批准的。Gurudev, when I'm chanting today, I was thinking, shall I pronounce every syllable clearly when I'm chanting? Because in Shikshastakam, it is mentioned the Lord invested all his transcendental energies into those holy names. Okay, very good. So chant very clearly. 好的，非常好，所以你要很清晰地念诵。
What is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re's no other way, there's no other way, only chanting? Because today when I was chanting alone, I feel I am disturbed by some other living entities. But I feel when I'm doing congregational chanting, then I'm not being disturbed. So I want to know, maybe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he wants to say to us, there's no other way, the only way is doing Sankirtan, not chanting Japa alone. Yes. When you said no other way, is it not by karma, not by jhana, not by yoga? 是的，当他说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他说是不能够通过 karma， 不能够通过 jhana， 不能够通过 yoga。Only by devotion. 只有通过奉爱。What she wants to know is only refers to Sankirtan, not japa. Is that true? Well, Sankirtan is very powerful.Sankirtan 非常有力量，因为你可以得到奉献者们的联谊，所以做 Sankirtan 很容易得到仁慈，所以你应该更多的去参加 Sankirtan。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去参加 Sankirtan。Today, I'm especially feeling when I'm chanting alone, the energy is interrupted. So I would like to join others. You need to chant louder. 你应该更大声地念诵。You're just listening to your mind. 你只不过是在聆听你的心意。You're not hearing the holy name. 你没有去聆听圣名。Thank you, Gurudev. Only today I understood that if I feel my son is more dear to me than my husband, it is not correct. But before, I heard some classes saying that we have to serve our children like serving the deities. So how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Well, your child grows up. Try to grow? Your child grows up.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After 15, he's not a child anymore. 等15岁之后，他就不再是孩子了。We don't listen to what? Young man, not worry about his mother. 等他长成小伙子了，他也不担心母亲了，你也不应该担心他了。他有他的朋友。你只不过是一个给他做饭的人而已。But when this son already reached 15 years old and the father still wants to control him and the son is very angry with the father and they fight with each other. Yes. Well, father can decide. He can tell his son, go, get out. 是的，父亲可以跟这儿子说，你给我滚。如果这个儿子还想住在家里，他就得听父亲的话。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父亲跟儿子说，晚上你应该早点回家。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呢，你晚上不早回家呀，你晚上都是晚回家的。然后呢，父亲就说，这是我家，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同样的道理适用于 Krishna， 因为 Krishna 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到这里，他不必去遵守那些 Varnashram 的任何规则，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Guru Maharaj, online questions. 感谢 Guru， 为什么妻子应该多专注丈夫，不仅仅专注孩子？有孩子前妻子特别专注丈夫，为了要孩子，丈夫给了孩子后就不太关注丈夫。为什么妻子应该多关注丈夫呢？多关注孩子不对吗？孩子也是爱情的结晶啊，是专注丈夫的另一种形式啊。Thank you, Guru. Why the wife has why the wife has to concentrate on the husband? Not only especially concentrating on the children. Before they have children, then the wife gives special attention to husband. So,just in order to get a child. And after the husband gave a child to the wife, and then the wife started not to pay any attention to the husband. Why the wif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usband? Is that not goo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ild? Because the child is also the essence of their love. And this is another form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usband.Well,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e duty of the wife. What is Sri Dharma? What is the duty of a wife? The duty of the wife is to follow the husband. 你必须要了解什么是 Sri Dharma， 什么是妻子的职责。妻子的职责是要追随丈夫。Son grows up, he will go off, he'll go on his own, he has his own life. 儿子如果长大了之后，他就会走，他就会离开，他就会过自己的生活。当然了，作为父母，你不应该忽视你的职责，但是你必须要明白到你真正的职责是什么。你养活这个孩子，然后但是等到他长大成人之后呢，他就应该自立门户了，你就不需要再照顾他了。但是你仍然要依靠你的丈夫。妻子就好比是丈夫的一半儿一样。而且呢，妻子被认为是丈夫的另外更好的一半儿。而且他们对彼此也都要有义务。就像妻子的职责是要做饭，然后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要照顾丈夫和孩子，让所有的一切都保持的清洁。而丈夫的职责是养家糊口。一般来讲，丈夫要出去干活，然后他工作就可以挣一些钱，用这个钱来照顾自己的家人。So, that's the Vedic culture. 这就是伟达的文化。当然了，如今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不同。有的时候是妻子挣钱，然后丈夫照顾家。不过这个并不是非常伟大的一种方式。你们要理解到，这个孩子他终有一天要长大，长大之后他应该学会自立门户，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他们长大了，他们自立门户，他娶了妻子，然后再生孩子，他再不需要他的父亲和母亲了。妻子需要他的丈夫的庇护。Guru Maharaj, another question from online.
Guru, do you have qualification to participate in Rasa dance? Guru, 我们有资格可以参加 Rasa 之舞吗？没有。你根本就没有资格。Guru 说你根本就没有资格。Did you ever take care of the cows? 你照顾过牛吗？Yes, another two. 感恩 Guru Day, 顶拜您的莲花族，一切荣耀归圣泡泡，一切荣耀归于您，我是丹曼塔瑞，一切都好。无论我在哪里，都会把圣名带到哪里，做你的不称职的工具。Oh, I'm very grateful to Guru Day, your lotus feet. All glories to Srila Prabhupada. All glories unto you. I am Dan Vantari. Everything is good. Wherever I am, I would bring the holy name to that place, and I will become your unworthy instrument. And then next, from Gita Gamya Devadasi. 顶拜 Guru, 请问没有 Guru 的引领，我们不可能得到主 Krishna 的仁慈，那么我们只要向 Guru 祈祷就可以了。不用再向主 Krishna 祈祷了，这样的想法对吗？ Hare Krishna, 感恩您。 Obeisances to Guru Maharaj. So without Guru Maharaj's guidance, we cannot get the mercy of Lord Krishna. So we should only pray to Guru. No need to pray to Lord Krishna. Is this okay? Hare Krishna, thank you. But the Guru is instructing you to pray to Krishna. 但是 Guru 在教导你向 Krishna 祈祷。Guru 并不是说只崇拜我。Guru 说你应该崇拜 Krishna。因为 Guru 他可能崇拜他自己的 Guru， 但是他也崇拜 Krishna。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 Mayavadi。你想，只是崇拜 Guru， 你认为 Guru 就是神。这个是 Mayavadi 哲学。是的，你应该崇拜 Guru。 你为什么要崇拜 Guru 呢？是因为 Guru 在教导我们崇拜 Krishna。 所以你既应该崇拜 Krishna， 也应该崇拜 Guru。 Another question， 最后一个在线问题。 Obeisances to your Guru Dev from Charumati Devadasi. What is the meaning of Yogendra?有跟着是什么意思？瑜伽之王。In our Chinese tradition, we also mention that husband is like the sky and the wife is like the earth. So when the sky is clear and the earth is peaceful, and the wife's main duty is to serve the husband and make the husband to be established. And so that means in Krishna consciousness, when we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the wife should help the husband. It's just whatever you do. 是的，可以。据说在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在一位每一位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人，有更伟大的女人。
a greater, 更伟大的女人。谢谢 Guru。Another question， 顶拜 Guru， 一个女人要得到丈夫庇护，如果离婚了还必须结婚寻找庇护吗？Obeisances to Guru, a woman should get the shelter of a husband. If she's divorced, should she again get married and get shelter from a husband? Well, why did she get divorced in the first place? 首先，她为什么要离婚？我觉得就首先他为什么要离婚，然后无论如何我觉得他应该忘记他再去结婚，就是他只是成为一个寡妇。作为一个寡妇你应该托庇于 Krishna，或者是托庇于你的灵性权威。你已经结过婚，你已经有过一次机会，结果没成功，所以最好不要再尝试了。就是保持你的 Krishna 知觉吧。Which kind of service we should perform to Govardhan Puja is better? Well, there's always a lot of service to be done. You have to make the Govardhan Hill. 有好多好多的服务，你可以做一个 Govardhan 山。And you have to make the nice prasadam to distribute. 你可以做好吃的 prasadam 来派发。They always have a lot of prasadam in Govardhan Puja. 在戈尔丹普加的时候总有很多的菩萨的派发给每一个人。你也可以去照顾牛，去刷牛。Another question from Champakalata Mataji. Another question.If one person is making money by cheating method, and then he donated the money to a Vaishnava, can he get rid of his bad karma? No. 不。可以消除一些 karma, 但不是全部。不是说仅仅通过一些虔诚活动，然后就可以摆脱你的罪恶反应了。因为你想做罪恶活动的愿望仍然还在。那就是问题，所以你会再次从事于罪恶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情感，他把钱给了 Vaishnava， 他的情感不是为了做奉献服务。他的情感是说我要为了避免罪恶反应。因此那不是纯粹的奉献服务。Guru Mahārāja,
他把布施给一位 Vaishnava， 这个是属于善良属性。他的愿望是想要摆脱自己的罪恶反应，但是他想去作恶的愿望仍然还在。因为这个人会享受从别人那儿骗钱，然后之后呢，他想应该把这个钱给一个 Vaishnava， 但是他享受拿人家钱的这个快乐，然后他接着想，我得到了布施的快乐，但是这个钱是他骗人家得来的，所以你不能够完全摆脱你的罪恶反应。Thank you for Guru Maharaj's excellent class. I have a very naive question. I want to know why there is one literature called Srimad Bhagavatam, another literature called Bhagavad Gita.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se two different things? Well, Bhagavad Gita means the song of God. It's Krishna's own words and it's part of the Mahabharata.巴格吉塔的意思是神之歌，这个是 Krishna 自己说的话，这是 Mahabharata 这部巨著的一部分。而 Srimad Bhagavatam 讲的是跟 Krishna 有关的事情。这是 Sukadeva Goswami 和 Maharaj Parikshit 之间的对话。Maharaj Parikshit 只能够活七天，他想知道如何为死亡而做准备，他应该做什么为离开躯体做准备，你知道吗？ Just now I understand. Just now I understand.你应该读 Srimad Bhagavatam。 那么首先你应该读 Bhagavad Gita， Bhagavad Gita 是初级的学习，然后 Srimad Bhagavatam 是更进一步的学习。巴格吉塔就是薄伽梵歌，让你达到臣服 Krishna 的层面。然而巴格瓦塔姆是从你开始臣服 Krishna 才开始。读 Srila Prabhupada 的书跟聆听 Srila Prabhupada 的讲课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最好是从一个亲身临在的人那里去聆听。因为那个人会跟你大喊大叫，醒来吧。而且还会说，好好坐着。而且呢，穿着举止、穿着打扮都要恰当。
作为一个军士或者是一个人在布施的时候，就想，布施给塞尼亚行或者布隆叉给那个，他是他的附定职责。这个布施的时候的充满爱意的，会真诚的去布施，不求回报的布施这些奉献服务吗？She wants to ask a question about charity. So out of duty, a householder should give some charity to sannyasis or brahmacharis. So he should have proper mood with a lot of sincerity. If he's doing this in this kind of mentality, his charity is considered as devotional service? Yes. 是的。If the charity is given just simply for the sake of serving the other person, without any thought for their own benefit,你的布施仅仅是为了对别人的服务，没有想着你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就算。If I'm thinking I should get something in return, is that this belongs to a fruitive activity? 是的。Then it's either goodness or passion. 那就处于或者是在善良属性之中，或者处在激情属性之中。有的时候人们布施是为了得到好名声。哦，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Guru Maharaj, another question from Sati.Obeisances to Gurudev and all the devotees. 顶拜 Gurudev 和所有的奉献者，请问我们随着在文达文绕拜奉献者发的信息冥想绕拜圣地，这个可以做到在圣地一样吗？冥想和意念的精微差别是什么？ I want to ask, can we just follow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sent by those devotees who are doing Vrindavan Parikrama? We can meditate, we are also doing Parikrama in the Holy Dham. Is this the same as doing it actually in the Holy Dham? And what is the subtle difference between meditation and remembrance? Well, meditation and remembrance, yeah, they're the same.是的，冥想和意念是一样的。But I don't see how you can meditate on Parikrama. 但是我想不出来你怎么去冥想 Parikrama。Unless you first of all done it. If you've been there and gone on the Parikrama and you remember everything, then maybe you can meditate on it. 除非你已经去过一次，然后你在那儿待过，你有体验，然后你可以去冥想。She said, "如果你从来没参加过 Parikrama, she said the devotees now doing Parikrama, whenever they reach one place, they would send a lot of photos and videos." So he, yeah, you, but it's not the same. 你就光看着想着人家发给你的图片和这个视频，这是不一样的。People send pictures, and you know, they were up in the Himalayas, Bandrik Ashram, Kedarnath. They were up in the Chardams.So I'm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and think, oh, very nice. But I don't know how cold it is. 就比如说人家给你发图片，人家去了喜马拉雅山，去了 Badrik Ashram, 去 Kedarnath, 然后去了四个 Dham, 然后人家站在山脉的顶峰给你发一张图片，你说哇，这图片太好了，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儿有多冷。You don't k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walk there.你也不知道走到那儿去是多么的艰难，而且风非常的冷，而且有的时候还会下雨。你要走啊走啊，而且突然还会发生泥石流。然后你就看着人家发的图片，说我在冥想。是有很大区别的。月秀英 ，Obeisances to Guru， 顶拜 Guru， 在这个月份是 Damodar 月，我为家人们供奉一盏灯，也能得到灵性的益处吗 ？This month is Damodar month. If I offer one lamp on behalf of my family members, they can also get spiritual benefits. Yeah, okay. 是的，可以的，他们也可以得到灵性好处。
Krishna. Jai. Jai. Jai.